啊，親愛朋友，你哋好啊！咁喺呢度呢，我係回應一位福音派嘅牧師呢。咁佢啊，佢肯定係福音派嘅。咁但係佢對於聖靈工作係有相當程度嘅接受。咁佢就邀請咗一位靈恩嘅牧師呢，就喺 YouTube 討論。咁當我睇到呢一個影片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係欣賞，即係話呢，開放聖靈嘅啊、呃、牧師同埋咧傳統嘅牧師可以溝通咧，呢件事係非常之美好嘅。因為有啲極端嘅睇法就覺得呢聖靈工作呢。

咁喺呢度咧，我回應呢位啊牧師咧，咁、那、咧個個目的咧都係一個友善嘅回應嚟嘅。咁下面我度都有講到啊，即係啊福音派牧師同開放聖靈嘅牧師能夠溝通，咁咧雙方溝通係一件極好嘅事。咁教會更加容易合一啦。咁我啊呢、這個信息發出俾大家咧，就係、是、大家都可以喺呢方面認識。當你認識到一啲啊對於聖靈工作你同你睇法唔同嘅，你都能夠識得點樣用智慧去同佢溝通，但係唔係去。 唔係去令佢唔舒服，係接納佢，讓佢覺得舒服。咁呢個我畫咗兩個圖啦，一個咧就係福音派教會，一個又開放聖靈嘅教會。嗱點解我用開放聖靈咧？因為開開放聖靈有好多種嘅，有有靈恩派，有五旬宗，亦都有啲唔係靈恩派，又唔係五旬宗。嗱我自己就唔係五靈恩派，我又唔係五旬宗，因為我兩邊都唔唔跟晒嘅，我都有不認同佢哋嘅地方嘅。但係我要認同佢哋係有被聖靈充滿。 我亦都有覺得咧，裡面中間可能有一啲不良分子都可以有嘅，即係有啲咧係掛啊羊頭賣狗肉啊，佢話係靈恩，但係其實佢其實佢裡面係有啲問題都未定嘅。咁呢樣嘢唔係我去判斷啊。咁咧呢度就講到咧，即係話咧喺福音派教會同埋開放聖年教會咧，可以有不同嘅程度嘅關係喎、啊、嗱。咁大家睇下中間嗰幾行嗰啲字啦。第一係誤解。 嗱，其實仲有嘅，仲仲差啲咧，就係直情係批判、攻擊，咁呢個下一层咧就誤解啦，或者對立啦，啊，嗱，開始有溝通啦，咁呢個好事啦，接納啊話更加好啦，合一更加好，合作更加好，係咪？我哋希望佢一路去一路去，能夠合一合作，呢、這個係非常之美好嘅。咁首先我。 表達我極度欣賞，即係我睇到呢個影片，我係極度欣賞福音派嘅牧師同埋開放聖靈嘅牧師咧，係去討論嘅。咁咧就首先就係神希望喜歡眾教會溝通同埋合一，衝破分隔。神係想所有信靠耶穌得救嘅人都能夠合一嘅。咁第二咧就係神希望眾兒女都明白同埋接受聖靈嘅作為啊！喺啊《四、呃、行傳》二章十七節嗰話，神說：我要將我嘅靈轟貫凡有血氣嘅。

每一个信耶稣嘅教会都一定有圣灵，当然圣灵嘅同在同埋充满系有程度嘅，即系有啲人呢系好极度大嘅被圣灵充满，不过佢哋对于圣灵充满嘅定义可能有不同。咁咧就喺啊嗱喺我哋嚟讲呢，啊，我系一个开放圣灵充满嘅嘅一个牧师啦，我系深信圣灵会改变我哋嘅生命，感动我哋悔改啦，信主啦，感动我哋跟从神啦，听从神啦，侍奉神啦。 但系聖靈亦都會帶嚟神蹟歧事嘅能力嘅，係可以咧為人按手祈禱病得醫治啊，靈命更新啊，啊心靈得醫治啊，同埋咧聖命聖啊靈命提升可以俾神使用。好大嘅分別就係咧，我哋可以隨時祈禱經歷聖靈，亦都為人祈禱可以佢經歷神嘅工作，並且咧係帶住神蹟。神蹟唔係我嘅目的，神蹟只係咧去去幫助呢啲人。

咁我哋對世界同一個共同一齊咧，去幫助眾啊眾教會啊，幫助啊同埋唔信耶穌嘅人咧，去認識神嘅工作。咁所以我係係希望更多教會咧係認識聖靈嘅工作，而唔係抗拒嘅。嗱咁我亦都講澄清一點啊，就係正統嘅五旬宗或者靈恩派點解我加個正統咧？因為有時有啲教會佢哋嘅教導可以偏差嘅。 咁咧喺五旬宗同埋灵恩派，即係喺圣灵开放圣灵嘅圈子，又主要係五旬宗同埋灵恩派嘅。其實都係福恩派正统嘅，佢哋都係信耶穌基督唯一個救主，有悔改信靠耶穌先能夠得救。得救嘅果子係親近神同埋遵從神，都係佢哋相信嘅嘢，所以都係得救基督徒，都係福恩派，即係都係相信福音嘅。只係佢哋相信就係聖靈嘅工作，除咗感動人信主、感動人提升靈明，亦都係。

咁咧就係同埋咧喺马可福音十六、呃、章嗰度講到咧，就係話咧用神跡隨着，證實所傳嘅道，神跡就係證實我哋所傳嘅道。好啦，咁我回應嗰個影片咧，咁嗰個福音派嘅牧師咧對神跡嘅睇法，咁我因為回應佢啊，所以我講出佢嘅睇法。佢話神咧今日其實唔係好想行神跡，但佢接受有行神跡。不過佢話唔係好想神咧，係唔想違反佢自己立嘅自然律，即係神有個自然律。 咁咧，神唔係成日都想違反呢個自然律嘅，所以神就唔係好想行神跡嘅呢個佢睇法。咁第二咧，需要有神跡去傳呼。音，譬如喺宣教啊或者邪靈強嘅地方咧，神先行神跡，即係好需要。咁呢一點咧，我好簡單回應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人都需要安慰，需要心靈醫治，需要咧神嘅更新佢生命。而呢啲工作咧，係圣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咧，我哋誒。呃 聖靈充滿咧，唔係淨係邪靈強嘅地方先需要嘅，任何人都需要聖靈去醫治佢、安慰佢。神係可以帶嚟呢啲祝福嘅，咁所以我係係相信唔係淨係好多邪靈嘅地方先需要啊聖靈嘅工作嘅。咁第三，佢佢就咁講啊，佢話等神自己做嘢，唔好自己。佢就話咧，你哋猛咁祈禱、猛咁祈禱咧，就好想咧神咧做多啲神蹟。佢話等神自己做啦，你唔好咁。 咁激咁投入去去啊，希望啊啊，即系神咧去行神蹟啦。咁嗱呢樣嘢我一間先去回應啊。聖經有都有講到啲人投入祈禱喎。咁、啊、第四啦，佢話試下安靜咁樣情況，真近神，仔好激好激咁樣樣啊。咁咧就，然後咧，如果神做工咧，咁就係神做工啦。如果唔係咧，你哋做工咁啊。咁、啊、我哋都話喎、啊，其實咧喺聖靈圈子有啲人就好激嘅。

你係咪講緊邪靈？我話我諗係啦，佢都有邪靈彰顯咁啊。點解你又冇奉耶穌名趕邪靈呢？我話唔使成日講嘅，即係有時講就得㗎啦。就咁讚美神，邪靈都會走㗎咁樣。咁所以唔係一定要單用嗰個方法嘅，所以我都唔係用一啲激嘅方法，所以安靜一樣聖靈會做工嘅。好啦，咁我回應呢，就回應佢係唔係一定要有神跡？咁喺《四諦論》卷二十七節嗰度就講到呢，嗱，呢、這個經文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呢度話神説。 喺末后嘅日子，我要將我嘅靈轟貫凡有血氣嘅。咁啊，神講明啊，我要將我聖我聖靈轟貫凡有血氣嘅。你嘅兒女要說預言，少年人見異象，老年人作異夢。神話咗，我想你哋講預言、見異象、作異夢。同埋嗰啲日子，我要將我靈轟貫我嘅仆人、侍女喎，即係服侍神嘅人呢，都要說預言喎。即係神咧要。 將佢嘅靈轟灌佢嘅仔女係神想喎，唔係唔係人去去追求呢樣係神本身想嘅咁，所以呢個經文咧好清楚係講到神想好啦。咁呢個時段係咩時段應驗呢？就係、是、初期教會五旬節《四堂傳》第二章講到耶穌升天之後，又跟住呢，佢哋喺猶羅山等候，跟住耶路聖靈咧就降臨喺佢身上啦。咁所以個應驗喺呢個時候，直至幾時呢？嗱？十九節二十節就講俾你聽，直至幾時啦？ 在天上要我要顯出歧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即係話呢件事發生直至到幾時呢？直至到主呢、這個好大而明顯，全世界都睇到嘅日子未到以前嗱。嗰、啊、陣時有啲咩發生呢？日頭變黑，月亮變血。嗱、啊，我哋未發生嘅。

咁有啲人就話咯，基督徒都唔係嗰啲聖年充滿，都唔係個個説言建異像作異夢。不過有一樣嘢共通嘅，佢哋都會有神嘅帶領啊，有神嘅同佢哋講説話，而佢哋亦都會講出一啲神感動佢講嘅説話。即係話呢，譬如佢有時佢好想幫人嘅靈命啊，好想提升人嘅靈命，有心去為人祈禱啊，呢、這個都係佢神咧去指示佢當做嘅事，能夠講出一啲屬神嘅説話，係一啲。 可能佢之前咧都唔识得讲嘅，但係而家有圣灵带领，咧，佢就会识得某程度上领受到神嘅信息啦，能够讲出一啲神想去讲嘅说话，亦都咧意象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象咧就系话咧系真系见到一啲图画啊、屬天嘅图画，咁另一个情景咧就系、是、睇到一个目标啦，即系睇到神想我哋做嘅事，或者系作異梦，咁呢个都系某程度上每一个圣灵充满嘅基督徒都会有某程度上俾神去。 使用帶領佢指示佢嘅，咁有啲人嘅恩賜又特別強嘅，咁有啲人冇咁強都好啦。你越多親近神咧，你就越收到信息，你就越有聖靈感動，你係點樣做法嘅？好啦，咁我亦都回應咧呢、這個啊、呃、恩賜終止論。咁首先回應咧，其實喺前面嗰度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咧喺啊即係喺呢個時代直至末世咧都會有説預言、見異象、作異夢，即係呢都係恩賜嚟噶嘛，都會繼續啊，所以冇話到要停止嘅。 咁而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節至到十節嗰度有講到有不同嘅比較超自然嘅嘅神蹟嘅恩賜，就係話呢，啊智慧嘅言語、知識嘅言語、信心醫病嘅因賜、行異能、作先知、辨別諸靈、說方言、翻方言呢因賜都有講到，而又冇講到佢會停止，所以即係話呢，神係會繼續行神蹟歧事嗱。呢度中間有啲講到呢，係好明顯係神蹟歧事嘅醫病嘅因賜啦。 有啲人就覺得今日已經冇噶，但係保羅冇話到佢停喎，係即係呢個恩賜今日都可以有噶喎。其實有啲基督徒咧，佢哋都唔係好聖靈充滿喎，佢哋為人祈禱嗰啲病又得醫治喎，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話我哋知道根據聖經，我哋今日仍然可以有呢個恩賜。咁我鼓勵大家去行使呢個恩賜啊！當有有病嘅時候，你話啊，我同你祈禱好唔好？咁你就帶領佢愛慕神。 享受神進入神嘅同在，由神工作呢。咁佢即係你可以見到更多神跡，你就對神更加有信心。我記得我第一次為人祈禱嗰陣時咧，啊而有病得醫治呢，就俾我眼忽然間開咗。今日我哋都可以好似喺新約時代佢哋咁樣祈禱咧，病得醫治。我哋今日都可以帶嚟啲神跡歧事喎。咁之後呢，係一路陸續都有好多人得醫治，咁所以我就多謝天父賜俾我哋呢個醫病嘅恩賜，行異能，作先知，辨別諸靈。 説方言，翻方言呢啲都係神賜俾我哋嘅恩賜嘅，所以我哋今日都可以有。所以回應翻嗰位牧師就係所講嘅，就係話啊，佢話神其實唔好想行神蹟的、啊、而且我呢呢啲恩賜嘅存在，咪會有神蹟咯。咁咁佢可能話自然率你係有病就病㗎啦，咁你跟住你就會慢慢個身體衰弱啦。咁但係神想醫治佢，讓佢呢嗰啲疾病可以好翻咁。 咁系唔系即係違反咗啊？神咧要佢其實咧到咁上下就要快啲死㗎啦，快啲病㗎啦。咁樣係唔係一定嗰個定律就係話佢有病就會唔得醫治，除咗去揾醫生先得嘅？咁唔通神唔可以用呢啲神蹟歧事嚟醫治咩咁樣？咁所以咧嗱、啊，神唔係違反地心吸力咁啊，譬如咁啊，地心吸力或者違反啊啲啊啊,啊即係能量啊各樣嘅嗰、那個、啊、定律，而係神違反。 人嘅疾病啊，啊，心靈裏面嘅捆鎖啊，呢啲嘅，即係呢啲發生嘅事，神咧去讓人得釋放喺啊、呃、以賽書內一章一到三節都講到咧，叫嗰啲被捆鎖嘅人咧，叫誒、啊、被囚嘅得釋放，咁咧就係話嗰啲人被捆綁嘅得釋放，咁所以个呢個咧某程度又唔係真係違反乜嘢自然定律喎、啊，只係咧將人從。 魔鬼嘅捆綁同埋人內心嘅捆綁嗰度釋放出嚟咗喎，咁但係神真係如果要違反自然定律都可以㗎，即係因為佢講到行異能，譬如到末世可能咧要逃避逃避困難嘅時候，逼不嘅時候，可能我哋可以奉耶穌名移山喎，咁耶穌都有講移山啦，咁當然神又唔係成日移山嘅，即係啊咁，但係咧神需要嗰時，佢覺得需要嘅時候係可以移山嘅咁，所以我就會話其實大部分嘅神跡。 系做在人身上嘅，医治佢，安慰佢，咁嗰啲呢，并冇违反啲乜嘢嘅自然定律嘅。咁而耶稣呢，应许神迹嘅能力系全福音，由耶稣时代直到末世嘅。咁呢，就系喺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开始嗰度讲到呢，就话你往普天下全福音给万民听，即系全福音给万民嘅时候都有神迹啦。信而受使必然得救。咁由十七节信嘅人，边有神迹、哦？其实你哋个个都可以有神迹嘅、哦。 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興奮啊！嗱、啊，當我第一次祈禱喺有個教會，我同佢講話，我可以同你祈禱咧。啊啊！我問嗰個傳道人可唔可以，佢話可以咁啊、嗯，為佢祈禱咧。跟住我就問佢哋有冇咩經歷。當時咧我未識得好似而家咁運作嘅，佢哋個個都坐喺度圍圈嘅啫。咁、嗯、我逐個逐個埋同佢按手，按手完啦，跟住我就問佢哋有冇咩經歷。即係我當時嚟講我都唔知㗎，但係當時咧有個婆一彈起身。 腰有扭條腰，我條腰骨好翻啦，唔痛啦咁。另一個婆又跳起身，哇、啊！我膊頭痛又冇咗啦。咁所以我當時啊，原來神真係咁樣行神即其事喎、啊。咁我就開始嗱、啊，其實之前已經有嘅，因為我經歷成年之後咧，喺教會慰人期都好多人得到安慰啊、感動啊、喊咗好耐啊、靈命更新啊、即時提升好多人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嚟講咧就。 其實嗰陣時係第一次醫治，嗱之前係靈命更新，嗰陣時咧係第一次醫治，之後咧又陸續有不同嘅醫治嘅，咁所以咧聖經講並冇話到會停止，係一路咧到到往普天下全方音嘅時候都有,有呢啲神蹟歧事嘅，咁同埋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呢度講到係咩人可以有咧？第十七節信嘅人可以有啊，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有呢啲神蹟歧事啊，做在人身上嘅。

點嗱？其實唔係我回應噶，喺網上回應噶，有不同嘅人回應嘅。咁咧就第一咧就係、是、有好多古卷都有呢段經文嘅，即係嗰兩段嗰兩個古卷係冇，唔係代表其他冇，係其實好多都有嘅。第一、第二咧，同埋早期嘅翻譯本都有呢段經文啦。嗱，因為聖經有翻譯噶嘛，翻譯咗第二啲語言，嗰啲第二啲語言都有呢段經文嘅，同埋不。

神啟示嘅，如果真係唔係神啟示，咁應該就完全任何抄本都冇㗎啦。而家咁長嘅喎，點會咁長嘅經文有好多抄本出現呢？所以證明呢個呢、就是，就係係係真係存在喺以前嘅，並且翻譯本又有，同埋啲教父都有提及嘅。好啦，咁我繼續回應呢個牧師啦。咁佢就講到,、啊、到呢，即係話啊，係唔係今日需要神蹟？咁我就講到呢，係神話咗。 神要我哋傳福音啦，又話佢靈喺我身上，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同時，除咗傳好信息，都差遣我醫好傷心嘅人。即係話我哋嘅福音信息唔係淨係傳福音嘅，係包括埋醫好傷心嘅人，同埋咧被告報告被牢嘅得釋放、被囚嘅出監牢，就係、是、好多人咧有捆鎖啊、情緒嘅捆鎖啊、人際關係嘅捆鎖啊、毒癮啊啊。 不同嘅人啦、啊，控制佢嘅神都想释放呢啲人嘅，同埋安慰一切悲哀嘅人，同埋有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依代替忧伤之灵。咁所以俾我哋睇到呢，就系、是、神嘅心系想我哋去医好人嘅内心世界。咁喺新约有边度讲呢？新约有讲到耶稣嚟，佢话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嚟，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新约圣经都有讲到安慰医治嘅，叫人得喜乐啊。 我哋係幫人得喜樂嘅，並且咧，食喺啊，保羅喺江林多後書亦都有講到咧。佢話咧，這個、呢個屬靈嘅增治係咩咧？係使人將人嘅心意奪回，使他都信服基督啊，將佢嘅心意改變，等佢完全聽從神。所以咧，我哋喺啊聖靈嘅工作裏面，我哋同埋我哋全福音嘅工作上，一方面係全福音，但另一方面咧，都係帶嚟醫治安慰。 釋放，讓人咧脱離魔鬼嘅捆鎖，脱離情緒嘅捆鎖。咁所以呢，呢、這個就係神蹟歧事啦。即係神蹟歧事，其實主要都係就係、是、神去幫助呢個人得釋放。嗱、啊，我以前呢，教會裏面有啲人嚟啊，好重擔、好煩惱，或者有啲咩引啊，或者咧係人際關係好差。嗱，以前我啊之前做牧師啊，都有呢啲人嚟揾我哋嘅。但係呢，當時嚟講，我只係識得。 啊，同佢啊傳呼音啦，同埋咧解釋俾佢聽，佢可以做乜嘢？咁我解釋咩嘢咧？嗱，你祈禱啦，你聽神話啦，你遵從神啦，你個個禮拜翻教會啦，你慢慢會好啲啦。但好多呢啲人咧係冇乜改善啊，差唔多成日都係差唔多咁樣。但而家嚟講咧，有人有咁嘅情況咧，咁我話佢祈禱咧，即時個人輕鬆咯，即時重擔釋放。 跟住咧，佢對神有心喎，佢就真心信耶穌嘅比例多好多啦，聽從神嘅心亦都多好多啦。咁所以呢個呢，就係聖靈工作嘅好大祝福啦，就係、是、醫治人、安慰人、釋放人嘅內心，更新佢嘅靈命，亦都提升佢啊。佢將來可俾神使用。咁亦其中一個好大嘅幫助呢、呃，就係、是、話我哋傳福音俾人啦，啊，即系我哋提升人去侍奉神啦。當佢有啲人見到哇！ 為人祈禱嗰啲人會得安慰得意志、哦、得醫治即刻會哇重擔釋放成、哦、個人咧好感動喎、哦。咁有啲人就話：哇，原來我哋都有呢個聖靈嘅能力，咁就會更加有信心侍奉神啦。咁所以喺我初經歷聖靈嘅教會咧，我哋興起咗十零個啊傳道人同埋宣教士，但係我哋當時教會得幾十人嘅啫。但係咧都有十個出咗嚟做啊宣教士同埋侍奉人員。咁所以咧真係。 神係可以興起更多侍奉人嘅，咁我不同嘅地方幫助人咧，都更多人願意嘅。咁我希望我哋中間亦都有更多人咧有信心。首先喺呢度幫人、為人祈禱、輔導人，又跟住咧被神提升。你有呢個心，我係願意訓練你，無論喺講道、去帶領聚會、去為人服侍、祈禱，全部我都會幫助嘅。希望提升人嘅。咁所以我回應呢個牧師就係話咧。 神嘅心係想依治釋放更多人，同埋想個個都有能力去安慰悲哀嘅人，醫好傷心嘅人，去釋放呢啲被捆鎖嘅人嘅。咁馬太福音十一章廿八字都耶穌講到啦，就係、是、耶穌想、哦，耶穌想叫人得安息。不過好多基督徒的而且確唔係好得安息。咁有好多原因嘅，一個原因就係、是。 啊！教會都冇講到呢啲，哇、啊！心靈得釋放得安慰得意志」嘅信息啦。第二，佢哋都唔冇去帶領人進入神嘅強烈嘅同在嗱。咁、啊嗯、神強烈同在，聖經有冇講呢？係有講嘅。譬如初期教會，佢哋多祈禱咧，地大震動，佢哋就都被聖靈充滿啦。喺舊約聖經有講到咧，啊喺啊撒母耳記上十章同埋十九章就有講到咧。 撒姆耳班先知門徒，佢哋好多期好多讚美神啊，同埋受感説話。跟住咧，掃羅一去到佢哋當中，即刻受即刻受感説話，即刻被改變啦。即係神嘅同在係可以帶嚟強烈嘅工作。譬如好似保羅西拉曾經一次坐監啊，佢哋一路唱詩讚美神，跟住咧就地大震動，嗰啲鎖鏈都甩晒啦。咁呢個就係神可以做嘅工作啊！就係、是、呢個神強烈嘅同在喺。在 當人進入神強烈嘅同在，更加投入啊！嗱，喺近代有好多敬拜讚美啊！嗱，敬拜讚美當然有啲係啊，即係嗱，唔係全部都係最好嘅。嗱，有啲係可能佢嘅信仰上有啲問題。不過大體上，當佢哋係高舉耶穌讚美天父、讚美神嘅時候咧，當佢做呢啲嘅時候咧，佢的而且確係好多人咧，佢哋嘅生命係被改變、被更新嘅、啊。 就喺讚美神嘅時候，因為神係會居住喺神嘅指民以色列嘅讚美之中啊。因為聖經講到咧，神你是聖潔嘅，係住在以色列嘅讚美之中嘅。咁所以咧喺讚美之中，神嘅同在更加強烈喎。喺咁嘅情況咧，有啲人就會感動，就會安慰，就會喊出嚟，就會重擔釋放。甚至有啲人信主，我喺網上見到佢，佢參加傳統教會嘅報道會，因為喺教報道會咧有好多人。 祈禱為希望嗰啲人信主啊，咁有啲人去到佈道會咧，一路唱詩歌咧，或者聽到咧，就無緣無故都唔知點解就喺度喊咯喎，即係話聖靈就喺當時就感動佢哋啦，佢哋就俾神神嘅感動，神就釋放佢啦。咁但係點解好多教會又冇咧？就因為喺個教會裏面嗰個敬拜讚美唔係咁投入啊，啲人咧唔係咁投入去讚讚美神啦、啊，或者係。 嗰啲信徒嘅同神關係都唔係咁強啊，所以佢哋就得唔到呢個咁強烈嘅神嘅工作。但係我哋發覺咧，喺神強烈嘅同在咧，當人讚美神，神真係帶嚟醫治釋放嘅。嗱曾經有一次，我們帶領一個啊聚啊教會嘅聚會，佢請我去，咁、嗯、佢就講明俾我聽，佢話啊葉牧師啊，我哋咧就唔係好，即係啲人未好慣咧聖靈好強烈嘅工作嘅，咁你就慢慢嚟啦。咁我好啦，慢慢嚟啦，咁啊，咁我去到咧。 我哋就首先我敬拜咗噶啦，嗱，我哋第一樣嘅敬拜讚美神啦，投入見讚美神，我哋用吉他喺度讚美神啦，多谢,謝耶穌啦，咁啊，嚇佢喺度讚美神啦，佢啲人就喺度喊，就感動喎、啊，即係聖靈已經就感動佢哋，就安慰佢哋，就釋放佢哋。咁所以咧，我都未曾都未曾講到，又未曾又為啲人祈禱咧，聖靈已經做工啦。咁呢個就係原來喺進入神嘅同在讚美神咧，神就會做呢啲嘅工作嘅。

咁啊就嗱可以咁分類問嘅，你想我為你祈禱啊，然後跟住話啊咁你如果我按手可唔可以啊咁？但係其實就算唔按手，佢都可以經歷聖靈。不過的而且確按手係更強烈嘅。咁聖經都有講嘅喎，聖經講到乜嘢咧？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同埋講到喺士徒行傳嗰啲士徒去到為以啊撒母耳，唔係唔係啊撒加利亞，唔 對唔住，對唔住啊！啊，亚错撒瑪利 a 係冇錯，係撒瑪利亞，唔係撒加利亞。撒瑪利亞同埋咧以弗所嘅信徒咧按手，佢哋都受聖靈，都受感啊講方言。咁所以咧聖經又講到按手祈禱嘅。咁然後咧就啊，你想唔我為你按手祈禱？咁啊按手祈禱之後就問佢啦：請你而黑埋對眼。請問你喺祈禱時有冇咩經歷或者感受？當我有經歷嘅時候話俾佢聽嗱，呢、这個就係聖靈嘅工作啦。咁你。

咁咧，亦都聖經嘅其他例子都講到有神蹟歧事嘅喎，《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保羅講到咧，除咗基督淨我做嘅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歧事嘅能力同聖靈嘅能力使外邦人信服。所以神嘅心咧都唔係淨係言語，係有神蹟歧事嘅能力。咁有啲人就話保羅有，不過後期教會冇。咁我哋早期初啊啊啊早啲嘅時候講嗰啲經文。 譬如話啊啊《四、啊、諦行傳》二章十七節嗰度講到咧，係又一路至到主大而明顯嘅日子未到以前，都會有啊雪兒言見異象作異夢。同埋咧喺馬可福音十六章就講到一路做到,到啊末後嘅日子、全福音嘅日子，都會有神蹟奇事。另外咧喺啊《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亦都係講到有神靈恩賜，超自然嘅神靈恩賜係冇講到會停止嘅。咁所以咧，保羅有唔代表我哋會停止喎、哦。 咁同埋咧，傳道係需要帶住聖靈同埋大能嘅命證嘅，喺哥林多前書二章二節嗰度開始嘅。嗱呢度開始第二節好特別，有句説話，佢話：，保羅話，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咁有啲人話：，嗱你睇保羅都講，淨係知道耶穌嘅咋，唔知聖靈嘅。但係睇埋落去就睇到啦。佢話咧，佢説嘅話講嘅度，唔係用智慧委員嘅言語，嗱係用聖靈同大能嘅命證。

好啦，到到試圖之後咯，嗱希伯來書而章有啲人咧就錯誤地話係保羅寫嘅，但係我哋知道唔係保羅寫嘅，因為佢點講咧？佢話自己救恩是起先係主親自講講的，後來是聽見啲人給我們證實了。嗱，保羅自己好清楚講，唔係人教我嘅，係神親自教我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唔係保羅講嘅。咁即係下一代嘅基督徒，即係後來。 係聽見嘅人給我們證實，即係有啲聽見嘅人呢，聽見呢個救恩，跟住向我哋證實、哦。咁、嗯、咧，神按佢指自己嘅旨意，用神蹟歧事喺同埋百般嘅異能並聖靈嘅恩賜，同他們作見證。呢度都係講到有神蹟歧事、異能、神啊、呃、聖靈嘅恩賜嚟到作見證嘅。咁所以呢度都係講到喺下一代基督徒都係同樣咁做法嘅。 好啦，咁我就回應翻呢位牧師啦，就係話聖靈充滿對於靈命同埋侍奉嘅幫助。即係點解需要聖靈充滿？點解需要神蹟歧事呢？第一，我哋能夠隨時經歷神嘅同在、工作同埋能力。即係呢個就係個目的啦。嗱，雖然一陣会間我会回應嘅，因為有啲人對於聖靈工作嘅抗拒啊，佢哋唔明白。譬如有點解啲彰顯啊咁啊，咁我哋首先回應話點解需要聖靈充滿先。 就係因為人能夠隨時經歷神嘅同在，佢嘅工作同埋能力。譬如我自己咁樣，我一祈禱咧，即時經歷神嘅感動、神嘅平安、喜樂、輕省，係對我好大幫助嘅。咁亦都好多人咧祈禱即時感受聖靈嘅同在係好大幫助嘅，即係真係感受到神嘅同在加力啊！即時有力量，所以我永遠都唔會話：哎呀，我而家好攰啦，呢排我有啲 burn out 啊，我而家冇力啦。 啊！我休息下先啦，你等我休息下，我我我遲啲先嚟幫你啦。我唔會喎，永遠我都係即時去啊！一有,有機會我即刻幫助人嘅。咁、嗯、第二呢，就能夠活在喜樂、平安、興省、慈愛同埋復興之中，成日都有力量嘅。我成日親近神，成日都會復興嘅，唔係要等到第時復興，而家就有復興啦。第三有動力有能力全福音，建立靈命同埋復興人，即係有動力成日都想，同同埋有能力喎、哦。 以前發覺大人信耶穌好難嘅，但係而家咧係更加有能力。咁第四咧，領受神嘅修剪、帶領、智慧同埋啟示啦。嗱，神真係咧指示我好多嘅罪去處理喎、哦。喺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我有啲咁多唔好嘅意念，啲咁多罪嘅意念，神就提醒我去處理啦，又帶領我點做啊，一路一步帶領我進入宣教啦，帶領我點樣幫助人啦，提升人嘅靈命，提升你哋嘅靈命啦。 又俾我智慧，我多謝天父，俾我啲好簡單、好實際嘅方法，點處理情緒，點樣去聚，唔俾人影響，點樣發揮生命，點樣同神關係好，我都好感謝神俾我呢啲嘅好簡單嘅教導啊，同埋啟示。嗱，我覺得呢啲教導都係啟示，但係有啲人就誤解以為話：，哇，你即係除咗聖經內六,六卷，你又梗加有內七卷啦咁。其實我哋係即係話我哋更加明白聖經，即係將喺啊、呃、以弗所書一章十七節嗰度講到咧。 是人智慧同埋启示嘅靈啊，即係能夠啟示，將神更加啟示俾我哋明白，啟示俾我哋明白聖經嘅話語。其實好多人收到咩指示啊，譬如祈禱啊，得到指示咧、啊，都係乜嘢咧？都係指示佢全福音啦、啊、悔改啦、尊重神啦、啊、啊侍奉神啦、啊，都係聖經教咗嘅嘢，不過應用喺佢身上啫。所以呢啲啟示並唔係話啊，我而家咧有多聖經一卷。 啊！神俾启示俾我，唔系呢啲額外嘅启示，而係將人嘅生命同埋聖經嘅話語連結啊，應用出嚟。好啦，咁、嗯、第六啦，就越更加委身同埋越大能力侍奉千百倍、啊。我真係覺得而家係千百倍，因為以前咧覺得好似事奉好似好似冇咩方向啊，又唔能夠提升到人。但係而家咧真係啲人願意嘅話係可以提升並且訓練佢哋侍奉。咁我都希望呢度個個每一個嚟到呢度嘅都。

总之我都有读圣经，有祈祷，有啊都冇闹人啦，都有啊啊传法福音，咁系咪又满足呢？满唔满足啊？唔满足啊？再去高啲系咪？可以带住能力系咪？是是嗯、第八咧可以进入超自然嘅领域，见到异象，见到耶稣啊！咁、嗯、有啲人话咁见到耶稣有咩有咩特别呢？咁第一自己真系好得安慰，第二咧会带住神嘅能力祝福人，第三呢，神会有特别嘅指示点样带嚟复兴啊！ 咁我都係有啲人佢哋見到耶穌咧，都係有呢啲生命嘅改變，同埋有啲指示點樣去復興啊！呢、这個係一個好大嘅恩典嚟嘅。好啦，咁而家呢，我就回應下嗰個牧師有啲其他嘅問題添嘅。佢話如果保羅真係咁睇重聖年充滿，點解喺提摩太書信就冇叫保羅繼續追求聖年充滿呢？咁我就回答佢啦，有講嘅。提摩太後書一張六節，為此我提醒你，使你。 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嘅恩賜，再如火跳旺起來。呢、这個按手俾你嘅恩賜啊，呢、这個恩賜嗱唔淨係唔係淨係傳道嘅恩賜啊，因為保羅都講到有不同嘅超自然嘅恩賜，如火跳旺起嚟。咁亦都咧喺提前四章十四節，你不要輕忽所得嘅恩賜，就係、是、從前藉著預言喺眾長老按手嘅時候賜俾你嘅。咁所以保羅都有提提摩太嘅，佢唔係一定每一次講聖靈充滿。

所以佢就啊啊啊啊啊興奮到不得了，呢個第一個反應第一個原因。第二咧係有啲人咧好中意嗰種，哇！真係放到盡啦。所以咧佢，譬如譬如聖靈感動佢，佢可能嗰啲激啊好激嘅程度去到咁多啦。不過佢中意再激啲啊，即係佢自己加強啲啊。所以佢就哇哇，咁佢自己做，咁佢做，即、就、係、是、有時真係好好難判斷係。 系咪聖靈感到佢一定要咁做呢？佢中意咁做，佢真係猶大嘅獅子啊！我有能力啊咁啊，即係係唔係一定係係咁樣？但係呢啲人都唔係成日喺度獅子叫啊，佢都唔係成日跳舞。佢喺嗰陣時喺嗰個聖靈充滿嘅狀況，咁而且亦都係絕對係可以控制嘅。即、就、係、是、聖靈充滿好強嘅，唔係一定個個都獅子叫，唔一定個個跳舞。咁事實上最緊要就係佢哋生命改變同埋帶住神嘅能力去祝福人嘅。 咁所以唔係一定有呢啲彰顯，咁而呢彰顯呢，有好多時因為佢喊得好緊，因為佢裏面啲憂傷即係走出嚟，佢從來未試過嗰啲憂傷咁樣走出嚟，或者佢啲壓力啊，哇個心壓得好重，從來未試過走出嚟，所以佢當佢有走出嚟嘅時候，佢個人就好好放好激啊，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呢個係好超自然嘅釋放，所以大家會見到嘅喺。 喺釋放醫治裏面，有啲人喊得好好淒厲嘅，即係哇！點解喊得咁淒厲咧？佢平時都唔係唔係咁淒涼喎、啊，因為佢裡面嗰啲淒厲咧，而家呢一陣釋放出嚟啊！好啦，佢點解不同時間聖靈又有不同嘅彰顯咧？有時啊，有啲人有金牙啦，有啲啊衣長短腳咧，有啲啊按手，有啲人唔按手又聖靈擊到啦咁。咁咧我就會咁話嘅，最主要睇嗰啲果子啊。 咁佢真係隻牙生佢金牙，咁我哋話神啊，點解你要生金牙啦？點解你唔生石牙咧？點解你唔點解你唔係整咗佢牙甩咗咧？點解你唔係乜咧？我哋即係冇權質問神啊！神做咁佢係嗰個人又愛主喎，咁神要俾佢金牙，咁我唔會反對嘅啫。咁嗱 <laughs>，依長短腳咧，我都會咁講嘅。其實佢度腳唔係醫治，之前嘅奇魯先係醫治。 度腳只係睇下你有冇好翻嘅啫，即係其中一個方法，睇下你即長長短腳有冇好翻。其實所以醫長短腳只係一個量度嘅方法，並唔係一個醫治。不過之前個祈祷先係醫治。咁呢個隨時都可以做，又唔需要做。嗱，我自己就好少做嘅。點解？我着重佢經歷聖靈嘅安慰醫治啊，唔係佢內心嘅經歷神嘅平安啊、輕省啊、感動啊、愛啊、喜樂啊嗰啲，我着重嗰啲啊。 如果佢有身體覺得舒服，咁咪舒服咯。咁我唔係一定要度下腳有幾長幾短，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量度嘅方法，並唔係一個醫治嘅方法嚟嘅。即係即係之前嘅祈祷係係嗰個醫治嘅方法。好啦，至於按手，有啲係按手，有啲唔使按手。嗱，而家有有一個啊報道家咧，佢係講西班牙文，亦都講英文嘅。佢係一揮手咧，係真係成幾十人、一百人即刻冧嘅，係好。是很 強烈嘅因高其實唔係好多人有呢個咁強烈嘅因高嘅，即係我都好想查，好想查佢幾時呢？係知道喺邊度呢？我都會去嘅，我飛去嘅。不過硬係呢，佢次次都係講以前嘅聚會就冇預先宣佈下一次聚會嘅。如果揾到嘅時候呢，我係絕對想啊想去嘅。咁我哋有個姊妹都話查嘅，但係查唔到。你咪嗰次咪查嘅，係查唔到佢下一次。可能佢唔想，因為佢如果佢一報告呢。 哇！嗰度可能這條街都滿晒人啦，即係可能佢佢唔啊，即係佢個聚會頂唔順。咁點解咁做呢？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聖靈充滿好強。而嗰啲人真係經歷到神嘅感動同埋醫治，係係真實嘅。譬如安卡來為我按手祈禱。嗱，有人喺網上就話呢，即係有人有一個人同我溝通呢，佢就話佢驚係邪靈。 我話你睇我生命，我又悔改，又信主，又依靠耶穌，我又幫啲人，又生命改變，又悔改，又遵從神，又主你生命，又心靈醫治，又肯侍奉神，咁點會邪靈咁啊？哇！如果嗰啲人經歷邪靈，跟住個個好熱心傳福音，即係冇可能嘅。你睇下嗰啲嗰啲啊機童啊，嗰啲啊文米啊神打啊嗰啲，會唔會啊？哇！跟住佢玩完嗰啲機童之後。 咁佢跟住咧就哇好似心存福音系冇嘅，全部都系好好愤怒啊，屋企闹交啊，赌钱啊，飲酒啊，系咁嘅结果嘅，點會系而家嘅结果咧？所以睇个果子去分辨啊！神點解做呢啲嘢咧？我哋真系唔知道點解。不过神系有个能力去做，我哋咪接受系咁样样啦。咁我哋又唔一定要追求點嘅彰显啊，即、就、系、是、追求更强神嘅同在，亲近神。 讓神做工，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目的，唔係一定話要點樣彰顯嘅。好啦，跟住佢又講啦，佢點解有啲人上台，哇，嗰啲彰顯咁大嘅，成個人表現咁大，台下又唔同呢？咁。嗱，咁呢樣嘢呢，我就會話啦。的而且確，台上經歷應該台下都一樣，繼續保持同神嘅關係，同神嘅密切。不過台上嘅時候喺聚會投入嘅時候，佢可能會起落喎，可能會跌倒喎。 但係佢唔會成日起落，唔會成日跌倒嘅。佢可能裏面起落，但係唔需要日日笑噶嘛，可以裏面笑出嚟噶嘛。咁所以個彰顯唔使台上台下一樣，不過生命應該台上台下一樣。所以嗱，有啲人如果台上經歷，翻屋企又鬧交呢，咁佢根本冇唔明白聖靈嘅工作。咁呢個係需要悔改啊，需要改變。即係其實我哋係。 鼓勵人其實好多教會咧的，而且確興起好多人願意侍奉啊，俾神使用啊。咁佢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要咁激嚟到禱告，嚟到發動聖靈工作，即係要去去好似帶動嗰個聖靈工作。嗱、那個回應咧，其實因為當我哋投入愛神嘅時候，神嘅同在加強啊。 因為好多人祈禱咧，只係神啊，你幫我啦，醫我啦。哎呀，神啊，我要快啲結婚啊，快啲為我預備老婆啊，為我預備老公啊。係、哎、啊，我需要多啲錢，快啲俾錢我嗱。呢啲祈禱係唔會有咩力量嘅。但係當人愛神呢個力量就大啦。用心靈誠實敬拜神嘅同在就加強啦。整個思想、意志、感情投入愛神嘅時候呢，神嘅同同在加強。咁又係咪要最激最激神先做工呢？唔係一定。 不過，如果啲人好願意投入，而佢帶領全班人投入，咁又冇錯嘅喎、啊。咁係咪要咁投入先有神蹟咧？唔係一定嘅。其實有時我哋好安靜祈禱，甚至咧有時都未祈禱有神蹟歧事喎、啊。嗱、啊，有一次咧，我喺以前嘅教會，我哋經歷聖靈充滿嘅時候咧，咁咧就啊嗰陣時係有祈禱嘅，不過唔係為佢祈禱。咁我哋一班人坐喺度啦，咁我哋啊講聖經又祈禱啦。咁有一個太太就同我講啦。 佢借先我祈到嗰陣時咧，佢話我尋晚咧就瞓頸啊，大家應該試過瞓頸啦，係咪？通常都要兩三日先鬆翻噶嘛。佢話借先咧，等你祈到唰一聲，忽然間就鬆咗。嗱、啊、呢樣嘢好神奇喎，即係即時唰一聲就冇咗。當時我哋又唔係好激祈禱嘅啫喎，咁咧就即時就走咗，亦都唔係按手祈禱。咁所以咧，神係可以任何時間做工，不過。 我哋投入爱神又冇问题，而家投入爱神啲人更加爱主嘅，通常更多投入敬拜嗰啲人呢，真系爱主嘅程度系更加强嘅，生命更加改变嘅。咁第六啦，佢嘅问题点解唔系神主动临到人，而系要要投入祈祷呢？咁咁圣经都有不同例子系啲人投入祈祷嘅。咁譬如话啊以利沙对以利亚讲：愿感动你嘅灵加倍感动我。

但係佢渴求，所以得到咁同埋咧，呢《撒母耳记》上十章同埋十九章呢度呢段經文都係講到呢班先知門徒。但係點解係先知門徒咧？喺《咩以航》嗰度講到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就係、是、呢班先知咧係佢學生嚟嘅，一齊一路長時間嗱。佢哋喺度講佢哋嘅擊擊鼓啊啊鼓失擊鼓吹笛彈琴咁，佢應該就唔係喺度練樂器嘅，應該就喺度讚美神同埋受感説話。

同埋呢度《少多主》嘅祈禱啊，都係講到呢：「求神叫你嘅仆人大有膽量啊，講你嘅道，伸出你嘅手嚟到醫治疾病。咁咧，並且使神即歧事喺行奉你嘅名行出嚟。祈禱完咧，地震動喎、啊，即係佢哋嘅祈禱真係帶嚟神嘅工作。因為點解呢？神係回應人祈禱噶嘛，聖經講噶嘛，祈求就得着啊嘛。咁我哋唔祈求點得着呢？神可以主動做嘢，聖經有神主動做嘢嘅。 不过神好多时做工系回应神，当人祈求嘅时候、亲近神嘅时候，神就做工啦。咁啊，佢祷告完聚会嘅地方就震动，佢哋就被四年充满，放胆讲讲论神嘅道啦。咁所以呢个并冇违反圣经嘅原则。咁神可唔可以主动做嘢？可以。不过教会譬如话未复兴，咁系咪啊神啊，你几时复兴啊？唔、嗯、除得你啦，唔该你复兴啦，几时啦？你任得你啦，咁啊。 當然，我哋係需要教導同埋幫佢哋投入讚美神、敬拜神，咁咧讓神去做功啦。咁啊，試同轉第十六章廿五節嗰度講到保羅西拉一路坐監都喺度讚美神喎、哦。今跟住啲監門就開晒啦，佢啲鎖鏈又鬆開晒，跟住帶咗佢啲監啊玉卒全啊啊，佢哋、啊、全家信主啦。咁亦都回應點樣真實地經歷聖靈工作，就係話，既然啊。 神即系话喺佢嚟讲，好似觉得好似好，系咪要咁样祈祷呢？啊，要点样先得着呢？系咪神？点解神咪自动嚟呢？咁样咁咧就首先我讲一点咧，就系神嘅同在同埋作为系可以经历。圣经系讲到可以经历嘅，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尝尝主人嘅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啲人有福了。即系话神系可以经历嘅，又可以经历平安安息。

即係呢個同啊呢位牧師嘅溝通，咁我都會個人咧傳俾呢個牧師嘅啊，就俾佢知道我都係放喺網上，咁我都係正面欣賞嘅，我係好欣賞佢嘅溝通，我亦都回應佢關於啊即係話係唔係啊一要一定要點樣經歷呢？啊啊係唔係要某啲方法呢？點解有啲情況呢？我都逐一回答佢嘅問題，咁希望能夠繼續開啊呢、這個嘅溝通嘅方面。

但係我哋有神嘅同在，人都係可以喺神嘅能力之下跌倒嘅。咁而真係有係有啊，好多人啊按手嘅時候，或者喺敬拜讚美嘅時候，就會喺聖靈嘅能力之下跌倒。但佢跌倒係好好㗎，成個人好舒服、好平安、好輕省、啊。曾經有一次呢，我為一個牧師嘅女呢，按手祈禱，係一個好其實有兩次，我為牧師嘅女祈禱有兩次都好強烈嘅經歷。 但有一次咧係比較特別啲嘅，佢係瞓咗喺度成個鐘頭以上。佢初頭咧係抗拒嘅，佢唔佢唔想跌啊，佢係明明搖得好緊，幫佢撐撐住。後來咧佢自己分享，佢話：我後來我都係決定放鬆啦。一放鬆佢跌低啦，咁我哋都扶低佢嘅。跟住咧佢就瞓咗地下成個鐘頭啦。跟住後來起身，佢就話俾我聽：我這先上天堂啊 <laughs>！上天堂咧，然後咧。 耶穌就叫佢將佢心裏嘅重擔交晒俾佢，跟住咧佢就將啲重擔交晒俾佢，成個人鬆晒嘅。咁呢個就係當時一個經歷。咁另外一個牧師嘅女咧就經歷好強烈嘅同在，起身都起唔到啊。咁佢係即係佢係好好敏感聖靈嘅工作。咁呢個都係聖靈會臨在嗱。咁有啲人唔跌倒係咪代表有少啲咧？唔係一定嘅。你投入愛主，你一樣可以保持聖靈嘅充滿嘅。所以聖靈。 選擇激到就激到咯，冇激到，總之你經歷神嘅平安興省越多就越好嘅。咁通常咩經歷呢？就係、是、平安啊、喜樂啊、釋放啊、重擔啊、激勵啊、感動啊、愛啊呢啲嘅。咁經歷聖年同埋啊聖年充滿有咩益處呢？j 先我都有講過啦。咁呢個我哋一陣間分組嘅時候，分組嗰陣時候討論。我哋一齊起,起身祈禱嚇。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呢唔係高高在上坐喺天上。

全心行神嘅路，被神嘅灵带领，被神嘅灵使用。主要帮助我哋，深信我哋行喺神嘅完美旨意系最好嘅，对我哋最好嘅。我哋整个生命蒙福，成个生命蒙福系神所喜悦嘅。多谢天父嘅恩典，多谢耶稣嘅大恩。我哋欢迎主你充满我哋嘅心灵，攞走我哋嘅重担，让我哋嘅心轻省、平安喜、喜乐。满有神嘅同在，满有神嘅祝福。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多謝耶稣，感謝耶稣，哈利路亚。